Good morning, everybody. 今天用来拍我最喜欢的日常 vlog。然后今天星期天，但是因为我昨天忙了一整天，所以我今天早上睡到10点钟吧。然后我起床之后，先做了我今天的早餐 ：cheese 荷包蛋、地瓜跟樱桃。我今天终于用我之前买错的那个咖啡机，成功的自己做出了一杯 cappuccino， 是不是要掌声鼓励一下？哇，我买了到现在应该有8个月了吧，我才第一次做出一杯 cappuccino。嗯，不错不错。好的，那我现在要准备开始做我的 skincare。我现在是完全素颜的状态，然后整个人长得有点狼狈。首先，我会先用我这个化妆水。这个与其说这是化妆水，这其实比较像是护肤水。因为前阵子就是圣诞节那段时间，我就一直飞来飞去，有飞长途的，又有飞短途的，导致我整个人的作息大乱，然后睡眠不足，然后整个人的状态都没有很好。如果你有看我 Vancouver 最后一集 vlog 的话，你会发现，就算我有化妆，可是我的皮肤状态很不好，就是这边啊，这边都会有一些红色的点点，那个是就算我有上粉底，整个皮肤感觉还是有点暗沉，然后有点积粉的那种感觉。以前碰到这种状况，我要嘛就是摆烂，然后让它自己好，或者是我会用一些可能更保湿的化妆水，或是特别保湿的乳液，那样子对于增加皮肤的保湿度跟水润度一定是有加强效果，但是脸上的光泽感跟暗沉还是有差。因为暗沉其实就是有很多的黑色素，它一直积在你的皮肤里面，让整个皮肤的光泽感降低。最近呢就试用到了一个新的东西，我自己从加拿大回来之后大概使用了连续2个礼拜吧，我觉得我整个人皮肤的光泽度跟状态都有好很多。那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个 Haku 的植萃起肌露。 Haku 这个牌子在日本很红，然后它其实也是资生堂旗下的一个品牌。那我妈妈是资生堂的忠实爱好者，她买给我们家三姐妹的第一套保养品都是资生堂的。他们有一个去黑净白露 V 是他们的黄牌商品，卖得超好。那我这次用的则是他们这次的新品，它主打用3个步骤来改善它的暗沉。另外它里面有一个 IBR 的一个亮白成分，是资生堂的独家研发。另外其他它还有像是 CMKS 的美白成分，还有其他用植物去萃取的精华，可以帮助修复你的肌肤，让你的皮肤可以自主修复跟亮白。它的外形很可爱，很像一个小酒瓶一样，就这样打开，然后从这边挤出来。我通常会先在手上先搓一下，那有点温度之后，产品可以更好吸收进我的皮肤。噔噔，基本上刚刚这样稍微搓一下，敷上去之后，它就已经完全的吸收进我的皮肤了。那我现在会把我的 before 跟 after 放在荧幕上面。那这个大概是间隔2个礼拜左右的成果。我觉得它的成果是你可以慢慢的发现它的淡斑效果跟你的提亮效果，而不是说好像一夜之间你就像亮白了一个色号这样，不是。我自己在用都是化妆水完之后就上这个植萃起肌露，然后再来就上乳液跟防晒乳。我最近也在尝试不同的护肤品，以前只知道化妆水跟乳液，现在觉得哇，后来才发现要照顾的地方实在是不止那一两个地方。而且我前两天跟朋友出去，然后朋友妈妈看到我说我觉得你化妆比较好看然后我就感到心灵有点受创，因为其实我一直都不觉得自己素颜有怎么样，我只是觉得化妆是让我自己开心嘛，居然被人家说我素颜看起来就是气色很差，这样不行。好的，以上就是我的 morning skincare， 那我现在要去把我的妆化完。너무 같은 너의 그 입술이 바다
잘같은너의그입술이내겐어떤별보다이쁘지너에게로이어지는기분이 Can you be my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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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 you be my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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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 you be my Alright guys， 这就是我今天的妆容还有头发。这个上衣上次已经出现过了，是在 Yes Style 上面买的一件毛衣，我自己越穿越喜欢，很舒服。我刚刚躺在床上看那个 Facebook 的影片，不知不觉就看了快要一个小时，真的是非常的会利用人生的。然后我现在 ，as you can see， my room is super duper messy。不过我大概在20分钟我就要出门，我等一下去 Agnes 家拍片，所以我要趁这20分钟先来打扫一下我的公寓。你有没有觉得每次的 vlog 都看到我在打扫房间？是因为我除了我很容易把东西到处乱丢，然后弄乱之外，已经因为我是长头发，所以地板上常常会有那种头发啊、灰尘啊什么的，所以我大概其实每2-3天就一定要吸一次地板。也就是为什么我每次拍 vlog 的时候，感觉你们都会看在我在清理，你知道公寓的部分。如果我在台湾的话，我就不会这么的频繁的去清理我的房间，因为虽然很不好意思，但是在家就是都会有人帮忙弄好，对，所以自己一个人出来住，就是开始对于很多东西变得比较敏感，例如说灰尘的部分。去 Agnes 家的东西，首先我要先打包两个白板，然后我的钱包、面纸跟卫生棉。口红、车票、还有我的卡片们。等一下因为要坐比较久的车，我要把这本书带着看。应不应该穿外套呢？这样穿起来会不会太厚啊？拍影片，我们要拍个先讲广州话测试的影片。吃饱就开始了，紧张吗？很紧张，很紧张。OK， 好的，我们现在吃饱喝足了，就准备要来拍片了。我第一次在别人家拍片，我现在觉得有点紧张，但是我很期待接下来要拍的这支片，因为我大概想要拍这支片已经3-4个月了吧，但是一直拖到现在。好，好，我们要拍啦。我们刚刚拍完了第一个影片，不错。你的广东话很好，真的。先讲广东话真的很好，你们看那个影片就会知道。然后我们现在正在休息时间中，然后准备要拍第二个影片。Hello everybody， 今天好像没有特别 vlog 什么，因为我刚刚去 Agnes 家就是吃饭，然后我们拍了两个影片，之后我就去观塘的 APM 逛街，
然后我其实本来想要去无印良品买一些就是像小盆栽啊什么之类的，但后来发现他们好像没有，所以我就没有买。不过呢，我刚刚在木吉还是买了一个东西，是因为我在下个礼拜准备要去东京出差，但我发现我所有的围巾都放在台湾，所以我刚刚去买了一条这样子，然后它现在刚好在特价，它的原价应该是380块港币，然后我是150块买到的，大概就像这样，是一个很简单款式的围巾，不过我很喜欢它的这个触感，所以我想说买一个百搭的颜色，这样子不管我穿什么颜色，穿什么样子的衣服应该都可以搭。另外一个呢，就是你们刚刚在 vlog 里面也有看到的，我在 B 加 AB 这个牌子买了一件这样子的上衣，这个应该算是长版上衣，但你也可以把它当成裙子来穿。我刚刚试穿了一下，我觉得当裙子的话，可能如果把手举起来，它就会有一点太短，所以我还在思考怎么去搭它。它整个的设计我觉得还蛮有趣的，然后它原价要799块港币，然后我买到是399。便给大家看，我昨天在 Uniqlo 也先去买了一些御寒的东西，像是这个 Heat Tech 的 Leggings， 还有这个叫什么 Long Sleeve T-shirt， 其实就是打底衣啦。然后我终于买到脚后跟不会跑来跑去的袜子，我昨天在 Uniqlo 买的，然后它就是这样子三双，它后面有一个防止滑落的，就你知道黏黏的东西，然后它的长度，它前面长度大概穿起来就像这样子，所以如果你穿一般的 sneakers， 然后靴子什么的，这个应该都 OK。You wanna say hi to the people on the internet？ 我yawning。Hello people。Say you love Cynthia。Hello Cynthia 做了比较不一样的菜色，虽然好像有点小失败。我本来想要做蛋汁煎豆腐的，但是我买的豆腐它虽然说是煎炸专用，但是它好软哦，它会一直跑来跑去，所以煎的有点丑。잘먹겠습니다。哦，地瓜好甜哦。我今天大概看了四分之一这本书，叫做《不再假装没关系》。我觉得这本书它有趣的原因是在于，它把很多人的心声给讲出来。它里面讲的有一些，其实我觉得是你我都已经知道的事情，都只是一些你知道老生常谈的东西，他用一种很温暖的方式把它写出来，我自己觉得蛮有趣的。我念一段我自己很喜欢的一句，说别被人生追赶着，最后遗失自己的价值观与人生观，与其安慰为过去感到后悔并对不可知未来而忧心忡忡的自己，
我更想对正在竭力战胜这些事，此刻昂首阔步的我如此说，你活在当下，你真的过得很好。忽然觉得会朗读人好厉害哦，我刚刚念的是不是很没有感觉？好像可以去卸妆跟洗澡了，然后明天又要上班了。我好像没有给你们看过我的卸妆程序，对不对？好，今天给你们 bonus 给你们看，结果我们其实没有人想看。我会先用眼唇卸妆，先把我的眼妆先卸掉，再来就是一般的卸妆水。洗完澡了，现在要来做晚上的 skin care。擦一个保湿的，再用我的哈库。你现在要来干嘛呢？我要来洗衣服。没错，不知不觉又是一大桶衣服。差不多就这样了，希望今天可以早点睡，因为我刚刚看了一下我的行事历，然后发现 Oh my god， 我明天的那个行程好像有一点多，所以又是一个东奔西跑很忙碌的一天。不过忙碌是好事啦，至少有事做吧。那我最近其实拍了很多很多的 vlog， 但是可能要等我一下，因为就是我因为我很想要把以前拍好的影片赶快剪出来，但是就是时间有限，然后最近觉得我的情绪状况好像不是很稳定，但是也不用太担心啦，我说的不是很稳定，是我自己可能给自己的压力有一点大，所以想说可能要找一个平衡吧。今天呢也要特别感谢资生堂愿意跟我合作，不过不得不说这个淡斑露真的算是我近期皮肤的救星吧。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我都会把资讯放在下面的资讯栏。那差不多就这样子，那我们就下次 vlog 再见咯，拜拜。